各位安排，继续来搞我的阿金哥哥哦，我们演员这首歌都是继续来搞到开心，来搞到支持啊呢。看是要叫到咱这四个娘啊，还是要电影名气啊呢哦？不不，台声音调大音小音，我拢有就对啊呢哦。好朋友继续来搞到开心哦，谢谢。那我们小姐舞台上的小姐。要更加认真卖力的演出，好，我们要把这个最美好的一面来呈现给大家。尤其我们这个后起之秀哦，我们这个前面的摄影师，他们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哎，应该都不是我，不是他，不是他吗？都有自己的，不一定哦，因为我们刚出来的哦。可能我们不慢慢有的就会追着你跑，对对，有的就会追着你跑。我听说吼，我们只要经过一次我们这个七月普渡大拜拜吼，这个女神她们都很会一下就变掉了啊，她这么容易变心，很善变的，很善变，有吗？有吗？哦，有变心的，很心目中的女神，很常在换人，很常在换变心了，那个变心了。有变化哦，好啦，好，我特别是老姨妈妈哦，你，你那边叫我另外前面今天过姨妈妈的哦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美好的一面哦来展现出来，尤其我们这个后起之秀相当相当的吃香哦，很快就有很多人追着你跑的哦，我是怕很快就被人家给取代掉了，不会啊，哎，我们是有实力的，而且哦，现在呢。很多都是外貌协会的，脸蛋长得漂亮，就是很吃香。都很漂亮、啊。站上台就有最起码有60分以上的哦。及格及格。啊，我刚刚请人哦，在婚纱撸管了嘞。等一下看，好好看你表现。等一下好好的看你表现哦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安排好听的歌曲。一首日不落。